中国露营车自驾车友会，中国露营车改装俱乐部，我是大桃子。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台车。顶部可以看到的是，我们是安装了600瓦的太阳板，包括我们的一个3米乘2米5的遮阳棚也都是安装到位的。好，现在走到咱们上门的位置。然后这个车呢，是因为是改的比较简单，然后的话踏步也是没有装的，但是在侧边呢也是做了一个边柜，这里呢也是有着储物空间，可以放一些咱们的茶叶呀，放一些调料啊这些。好，现在咱们上门，上门的话可以看到侧边的防蚊的纱窗和中间的防蚊纱门也都是安排到位。好，那么上车呢，可以看到这是咱们的多功能操作台，因为改的比较简单是没有水路的，然后中间呢就是一个电磁炉，然后下面的话就咱们的微波炉、热水器都会在这个位置放着，那包括咱们车里的整车的吊柜，这边的话也是一贯的咱们大通的一个后置横床，1米8乘1米23的超大的后置横床了。好，我们现在到尾门去看一看这台车，同样尾部也是有非常大的储物空间，我们的床箱下面基本上都是满铺的一个储物的空间。那包括我们的车门上也是安装了置物架，然后我们床箱的后尾门呢也是有咱们的隐私帘和防蚊的两用纱窗，也是已经安装好的。那么有朋友同样的喜欢这样我们简单的改装的话，也可以欢迎私信我。接下来进入交车环节。好的，今天的话咱们再交一台 V80 哈，又到咱们交车环节了。好，今天要交的这台车子的话是大通的 V80 短轴中底超值版的车型，这车友的话也是咱们来自重庆的一位车友哈，重庆的严老师。哎，好，那么现在的话咱们就把这个代表车交车的钥匙交给您了。好，谢谢、哎、别客气。今天就是交车了，然后感觉心情怎么样？非常开心了、啊、非常开心啊，这是盼望很久的一天。哎，终于可以圆到我的这个床车梦嘛，也让你久等了，让你久等了，没关系。这个车子看到过后，然后觉得做的怎么样？还可以的，可以的哈。从做工啊这些都还是非常非常可以的，非常好啊。对，我也考察了很多地方，但最终还是选择你们这一家，确实质量没有问题。感谢您的评价哈。那么接下来的话就祝您旅途愉快，好不好？好，谢。好，礼炮一响。黄金万两，车门一关，一路平安。好，拍个照。严老师，我们过来拍个照，一起拍个照。拍个照，我就逮着他，问他都省嘞。拍个照。他拍笑，可以，好，合个影，好的，合个影，好。那叫啥？西瓜甜不甜是吧？哦，西瓜甜不甜？甜。